嗨，我是 Robert Jr. 朋友们都叫我 Bobby。 我是一名混血儿，我的妈妈是槟城华人，妈妈，我的爸爸是美国人，爸爸，所以我很帅。我会讲槟城华语，也会讲美国英语。 Bobby， 等下吃什么晚餐？爸爸，等下可以去吃 Hokkien 米吗？问爸爸吧。爸爸，等下我们可以去吃。Dad, can we have Hokkien meat for lunch? Sure, why not? Let's go. Yay! 我今年11岁，和爸爸同月同日出生，也一样消暑，所以我有一个和爸爸一样的名字，后面加了一个 Junior。 我最喜欢运动了，尤其是打乒乓，只要能打乒乓我就非常开心了。我的教练是一名前国手，他教了我很多乒乓绝招，现在我可以轻松打败我爸爸了。 Ouch！ 除了打乒乓，我也很喜欢跆拳道、篮球、羽毛球和保龄球。明年我还要开始学网球。我很喜欢科学，也喜欢发明新的东西。我还得了几个科学发明与创新比赛的金奖。我会在我的 YouTube 教大家怎样打乒乓，也会分享我的新发明。Remember to subscribe.